噔噔噔噔，今个节气改路家家老买菜，第三地区当作早过的所以烤肉汤汁。今日咱来做一个红瓜火锅，火锅的材料一个红瓜，半根米花，半根尖菜，跟老麦克白汤，十克泡打粉，配配好的红瓜解脱丝。红瓜一解就好，大概5克左右。脱的红瓜丝放破壁机，加四百毫升的温水，按炸汁挂酥煎。加好的豆熟来500毫升，尖菜、沾米粉、米粉、白汤、红瓜汁、辣椒，不要太大哈，越搅拌越稀，白汤融化了会出水，所以要怎么才留白落。辣到这个状态，滴落去推丝，然后摸下切，加入泡豆腐、辣椒汁，不会加入红蒸。所以咱来摆只蘑菇，一根大概行十条街，会加好红蒸，该扒该扒，辣椒，也好上锅蒸。水加过，火点慢，水点滚，大火蒸半小时。你哥哥爱切吗？哦，爱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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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有点小紧张。噔噔噔噔，哇，切有力力，刀不磨不利，技不练不精，刀早刀神奇。伊就说来念，爱切。红瓜早爱加过，你爱不？爱切，做点长，听到点长的人大糖。